短球上去拧，对对对，先上右脚，整个人上进去，左脚可以颠起来，让你的整个人扑进球台里面，这个脚可以贴住台进去，然后首先把你的手摆平，这边摆平，对，进来进来踩进来，整个人左脚颠起来，让整个人进去，然后摆平，摆平架在这里，对，然后球来的时候往回收，再这是一个动作哦，不是先收回来，一定是球一来，啪，这是一个动作，收回来将只用手腕，这边摆住架在这是一个轴，然后用手腕拧出去，对，快来，要先摆起来哦，踩进去，人要进去，对，摆住用手腕拧，好，再来，很好，架起来，再架起来一点，对，再来。脚一定要比手先到，就快那么一点点，你也要脚先到，再来，看，先架，脚进去的时候手就架进去了，这个地方跟脚是同步的，然后这里出手再慢一点，再来进去就要架起来哦，没起来，再出来一点，再架出来一点，好，再来，可以。再来架出来一点，好，没架哦，你一不架的话你就感觉这个节奏就出去了，你架起来以后你有一个停顿可以拧，不架的话上去你就感觉这样子就出去了，没有办法转，对，你一定要给一个空间让你去转手腕，好，对了，很好，再来站稳，拉完再跑再走，对，再来站定，整个人再往里扑，左脚往里蹬，对，左脚颠起来往里，好，再来，很好，再没定住哦，定住，对，架住这一下，好，很好，对了，非常好，好，对了，非常好，好。好，对，很好，再来，很好，再来，对，非常好，要转啊，要转，对，一定要转，就算加速也是用转的加速，不能说是往前加速，你就转起来就对了，现在转得很好，这个力度够了，如果想加质量的话就是三条线把它拧开，大家别着急，不要往前怼，要转，一定要转，摩擦，又没架哦，你一想加力的时候你这个地方就动了，这里一动那个球就不固定了，一定是就是只有手腕的力量它比较稳，好，再来，